办这个蒸汽火车之旅啊，吼，就是要邀请全国的游客哦，搭火车到二水来参加通水祭跑水，还要吃我们农村响宴半桌哦，我们三个体验一次满足哦，机会很难得呢，啊，真的很难得，要吃农村体验哦也不容易，那跑水哈、哦、也要一连进一次，那蒸汽火车更难得哈、哦，都一次。三个体验一次满足，非常的棒啊！哈，今年建县300年，我们特别扩大来举办。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二水的白柚，哦，还有巴纳，还有白玉苦瓜，还有胭脂茄，哦，这些啊都是最好的。哦，我们要支持我们在地的产业，在地的农业，哦，让我们彰化，让二水乡啊，哎，能够更加的发展。哦，那。我再次的代表县长祝福我们活动圆满成功。这个2022哈二水国际跑水节，就是在我们的11月5号跟11月6号，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两天哈，要来隆重来举办哈。那这一次也是整合我们乡内社区的一个特色跟民间团队的资源哈，来做一个办理哈。那祭典巡礼水师员哈，水舞迎宾十倍秀。还有我们的农村响宴庄脚位音乐野餐同欢趣蒸汽国宝现经典铁马铁腿寻宝行等六大主题的一个活动、哦、那带领大家来怀古啊、到童年去一起啊来追忆二水的这一个年华、哦、那开厅嘛抱着跟乡亲一样的心情怀着感恩的心欢喜的情迎接来自各地的乡亲跟我们的选手哈，穿越时空游历二水的一个风华。